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我是苏奕文，我是梁学希。我们今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丰富的资讯，囊括范围非常广，除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向之外，还会去到国家不同的角落为你送上有趣的新闻。今天我们还会有压轴一集的《感受湾区一家亲》精华重温，让大家可以同湾区以及海外的华人朋友一起庆祝农历新年。这个时候先为你送上南北快闪。广州不少企业趁着农历新年为去到广州的儿童送上新春大礼包和新年祝福，企业代表还走访困难儿童家庭，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和需求困难，将企业关爱送入社区。企业表示希望通过这一类关爱行动为小朋友带来切实的帮助，以及传递公益正能量。小朋友的家长亦都表示企业经常开展关爱儿童公益活动，令到他们感到非常温暖。近日，广东省高端制造复杂零部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拉开序幕。五族联动数控是数控技术当中难度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技术，被誉为制造业之灵魂。在航空、航天、精密医疗设备等高端装备加工当中广泛应用。今次大赛以五族技术为基础，为广大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相互切磋的平台，吸引来自省内职业技工院校和企业60多名选手参加。备受关注的深大城际先开段工程机场东站至黄麻埔站近日迎来了重要进展，深圳至惠州大亚湾城际铁路一标黄麻埔站 A 机坑顺利封顶。深大城际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的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是深圳实施东进战略并打通深圳东部交通的关键节点项目。建成之后，市民往来深惠双城通行将会更便捷，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深管为都市圈一体化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春节期间，杭州西湖举行系列主题活动，装扮一身的福气船，船头是一只巨型的兔仔灯，由中国纸雕艺术家温秋文设计，采用传统的花灯工艺扎制，同时进行了微创新，配合着福字、剪纸等元素，一亮相就吸引了很多游人打卡影相。活动还在多个旅游热门景点设置打卡装置，令游客更加深入了解杭州。在苏州的狮子林里面，腊梅开得非常好，同园里面的白墙黑瓦互相辉映，而金黄色的花朵亦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影相留念。工作人员介绍，腊梅是属于腊梅科腊梅属，梅花是蔷薇科性属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亲缘关系。腊梅的盛花期临近新春佳节，狮子林亦都布置美展，两者互相辉映，成为了旅游观赏的一大亮点。同心向未来。Ivana，近期每一集来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很期待的。是啊，当然了，这个大型的元宵节目有来自湾区和海内外的朋友一起联手制作，众志成城去做好这个节目，将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所以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就即刻去欣赏最后一集的《感受湾区一家亲》精华。接下来的这首歌《细节》将会由歌手阿细协同虚拟双胞胎女子组合 C-Kiss 当中的姐姐方曼为大家共同送上，把时间交给他们。却恋上这独奏的感觉。
知我懂我想我所有暖心的歌，反正输过失过都会记不到我，怀着理想不断闯，漆黑里追赶一种结果，可不要你的枷锁，随时会失去自我，明知撞过亦痛过，无人怕过，迷惘中多少次掠过，寻觅中找不到我，但我坚信看前路的心火，可不要给我太多因果，何时都花对着我，梦想活过热血过，谁人有过，难免中些少会落魄，沉淀中找到真我，闭着双眼会沉默的知觉，我是我。纵虎迎兔迎新年，大家好，我们是新西兰中文频道 Channel 33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在新春花市同乐日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好多的华人朋友都在今天和我们一起庆祝新年。是，那当然来说呢，每一年呢，在新西兰举办的新春花市同乐日啊，已经办了30多年，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呢，推广有非常重要的效果。当然 Channel 33这次身为主办方之一呢，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华人朋友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在新西兰，每年的新春花市同乐日是新西兰华人最期待也是最热闹的去处，各式各样的摊位、美食、传统艺术品、娱乐表演，还有专门为儿童准备的活动和娱乐设施，一家老少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在这里呢，还有体验中国文化的艺术摊位，中国画、风筝制作、书法、剪纸、京剧脸谱、中国节等等，是体验中国文化的好去处。兔年啊，呢度好高兴啊！
我相信中国咧都好高兴啊，尤其是呢个广东省啊、大湾区咧，更加系喜气洋洋啊！咁喺呢一度咧，我亦都想恭祝大湾区嘅市民居民，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大湾区嘅朋友，我祝你绿马精神，身体健康，恭喜发财！祝祖国繁荣昌盛，亦都祝大湾区嘅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怀疑我，原来。
来没有厚待我，谁人没有努力过，时间未到也奈何，仍然是信仰自我，顽强就会有突破，就算没有认可。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young be free be mine， 为爱疯的姿态，放胆挑战的限界。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will be you be time， 难免一些丑态，一些伤势不愉快，请不要介意。Live my life, yeah. Live my life,为粤港澳三地十一座城市创作了对联，不如我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城市讲出我们的对联好不好呢？好啊。好，我先代表广州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对联就是光耀东方，雨电嬉嬉春意恼，风分南纪楚庭骨骨物华寮。哇，好犀利啊。好，那我讲讲香港的上联先。我哋香港就係紫荊花盛，東方依舊明珠璀璨。哇，你不得了啊 ！OK， 咁啊，嚟到我哋澳門啦，都試下對下啦。嗱，澳門隊嘅下聯咧就係豪鏡波平，西岸吹身，連島驕耀。正啊！好啊，下面就到我們深圳了。深圳的上聯是捧起大灣，突鴻前海乘風進。那我們珠海來對下聯。珠海的下联是珠明列岛，桥壮南明，逐浪高。好，我们佛山也要来了。佛山的上联是经济繁荣，不锈珠三角，崇文尚武，琼花放。我们惠州的下联是罗浮旖旎，双星锦玉方，山色湖光，玉藻船。美欢迎大家来惠州玩。好啊。
好，那看一看我们东莞的上联是跨海桥长，烟消锁月，难忘猛士。咁就等我哋中山离队啦，摩天轮壮，气荡乾坤，永颂伟人啊！棒的。好啦，轮到我哋江门啦。江门出嘅上联就系、是、天下第一桥香，雕楼遗产，名扬世界。咁等我哋少兴嚟压轴啦。人间无双仙境，端演飞升玉门环区啊！哇，精彩精彩！诶，咁你横批应该系咩咧？系喎，系咩咧？嗱，咁啊，当然就系感受湾区，尽受湾区。各位海内外的大湾区朋友，在2023年，我们心心相印，手手相牵，同心向未来，相信大湾区的明天，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一定会的。感受湾区一家亲，2023元宵特别节目到了现在已经是尾声了，在这里跟各位拍个声，明年再见，明年再见。神州精彩在线，今日带住大家去河南洛阳。近日洛阳市颐阳县花果山景区飘起了鹅毛大雪，雪后的花果山景区银装素裹，非常之靓。连昔日活泼好动的猕猴在这个时候都匿埋在山间嗰度欣赏呢一个诗一般的山水画。成座山雾浓云遮飘渺中，浑然浩气冠苍穹。节目的最后，跟随我哋的镜头一起睇睇啊！今日湾区传媒睇的节目时间够了，我哋下集再见，拜拜。